们这次比赛啊，那个台中市的中等学校运动会啊，今年比较幸运啊，可以拿到那个竞赛跟田赛锦标第一名，还有两样的总锦标加一样冠军，是比较幸运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可惜就是说，我们的波兰组的100，还有400阶，竟然差0.01秒才有办法达标，很可惜。还有200，一样波兰组的200，然后去年就达到了，结果呢，今年竟然没有达到，是比较可惜一点。当然，我们今年是比较幸运的，因为我们今年的田径赛分配的比较。人数分配的比较平均啦、当然一些项目也有进步，所以我们今年是比较幸运一点，可以拿到总锦标冠军，是这样。我们这应该啊，我们现在目前的那个竞赛的大部分都是8年级跟7年级，所以我们相信应该明年，如果大家愿意啊，继续努力的话，我们明年应该可以再更好。国小当然我们希望临近的国小明来那是最好，比如说侨校的，还有松竹的、国家的、还有文昌的、市委的、这一些大约有9个学校啊。当然这个我们学校的组长、体育组长他有在准备这方面。那至于他们升学的话，我们都有安排好啊，按照他们的专长，然后去分配哪个学校会比较理想。你说练球，给他分配在那个长翼或是后座，然后短跑的比如说跳远给他分配在会武或是大理，甚至大甲当然我们有一两个功课很优秀他们要另外的往他们的学科、往他们的兴趣去走，这也很不简单。然后我们最难得的是我们的体育班，他们功课都不错，然后呢，那一些导师、体育导师都很认真的在盯着功课，在这里很感谢他，谢谢你。我是那个北新国中基层的那个教练王坤铁。请各位多多指教。好，OK。问那么多，一下子没办法记得。不会啊，那你就先讲一下。